一星期一本书，再忙也不忘记充电。晚上好，亲爱的你，欢迎你如约而至，这里是一星期一本书，我是文倩。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文章来自作者木子草，抖音15秒视频一夜爆火，你可以哭，但不要怂。一起来听。不喜欢星期一，他也得来呀。不喜欢过星期一，可是也得过呀。生活不就是这样？累了吗？累吧。倒下了吗？还没有。最近被抖音上一段十几秒的视频刷屏，单枪匹马别怕，一身孤勇又如何？这一路你可以哭，但绝不能怂。方寸之间的舞台上，带着枷锁低身躬行，他一边拼尽全力往前奔跑，一边硬着头皮冲破前方的重重阻碍。就像这场舞台剧的名字极限震撼一样，可真正震撼的除了视觉上的空前冲击，还有我们每个人都在里面看到的自己的影子。勇往直前，别无选择。成长就是妥协与坚持的两难。成年人的生活里究竟写着多少心酸和不容易？小时候不懂，上学的时候不懂，直到毕业、工作、成家，直到真正踏足生活的每一个步骤，直到看到了凌晨三点的城市。半夜时分，抬头是看不到星星的，只有华灯通明。每一扇小小的窗户里，都曾映着一个为生活执着的身影，藏着一个在崩溃边缘试探的心情。前段时间有一个特别火的短片，看完让人忍不住泪崩。你为什么不停奔跑？你为什么不肯放弃？你为什么要这么拼？总有一个理由让你继续下去。还记得自己刚刚踏入职场的样子吗？初入江湖，我们都曾以为凭着满腔的赤诚就可以很快打出一份江山，把工作做好，让同事喜欢，让领导满意，也让自己获得成就感。可现实永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在走向成熟的路上，一份报表，一份 PPT, 一篇文稿，都有可能头疼沮丧，甚至加班到深夜。多少次驳回重做，多少次狼狈不堪，多少次赌气想辞职。后来的日子里，渐渐被认可，慢慢找到自己的价值。或许只有坚持下来过，才有资格说生活使我成长了。还记得自己一次又一次在两难之间的抉择吗？一边是爱人、家人，一边是工作、责任，即使已经凌晨一点，我们也只能挂掉电话，忽略响了一次又一次的微信提示。如果可以，谁不愿意选择陪在生病的孩子身边？谁不愿意多陪一刻，几个月才能见一次的男朋友？可是，成年人的世界里，早把情绪戒了，有时候连崩溃都是无声的。曾经谁不是步伐从容，谁不是随心而欲，现在却只能拼了命地往前赶。抱怨过命运的不公，吐槽过生活的操蛋，慢慢才发现，偌大的城市，每一天都有无数人在天黑后、天亮前的寂静无声里，还不停忙碌着。21:42，浴室的阿姨才刚准备下班。21:53，滴滴代驾还在等客户。22:01，环卫车还在清理垃圾桶里的垃圾。
22:49，外卖小哥还在为通宵加班的人送着宵夜。23:23，小区的门卫还在为夜班的人开门。23:43，上夜班的司机已经准备好上班。00:14，下班应酬的人才被朋友送回家。00:26，搬运工已经开始往车上搬货了。03:26，货车司机发动货车去完成最后的工作。05:34，能听到物流公司熙熙攘攘下班的声音。05:47，刚刚解封的主播还在拼命的直播。06:27，隔壁的阿姨开始为要上学的孩子准备早饭。07:12，楼下满满上班族打招呼的声音。07:36，公交站排满了等待这个月满清结果的人。08:16，早餐铺的豆浆早已经卖光。你看啊，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很苦，每个人的生活里都写着心酸。凭什么我不能扛？知乎上看到过这样一个问题，你从什么时候体会到生活不易的？当我吃苦瓜不觉得苦的时候，当我买稍贵一点的东西就要犹豫的时候，当我发现背后空无一人，再没有依靠的时候。可是生活它就是这样吧，用熬夜教给我们成长，用孤独教会我们珍惜，用失落崩溃告诉我们正确的规则方向。有些东西我们必须经历，有些苦难我们必须承受。我见过凌晨1、2、3、4、5、6点的广州，也曾错过最后一班公交车，也睡过公园长椅。可是你也别想着别人会心疼你。网友肖先生说，因为没有谁会为你买单，事情总要自己做，总要自己扛。网友车车说，发烧的我今天生日，在出差。网友 Allen 说，年初我父亲脑溢血倒下的时候，我对妈妈说不要担心医药费，我会解决的，跟妹妹说你只管好好读书就可以了，不要担心学费生活费，对老婆说再苦我不会苦了你，对自己说我已经不是为自己而活了，要加倍努力。我们来到这世上，一开始的时候都会拼尽全力去奔跑，有时候为了需要我们的家人，有时为了我们自己。谁不是一边做梦一边被现实打脸？谁不是在一边隐藏脆弱一边假装坚强？谁不是一边丧一边燃着呢？尽管这一路上不知道要经历多少，孤独过依然充满热情，失落过也从未停下过脚步，苦笑都没了声音，终究要走完人间这一程。因为你奔跑的样子一直很酷。村上春树说，尽管眼下十分艰难，可日后这段经历说不定就会开花结果。2018又快要结束了，如果过去的日子你觉得有点丧，最后的26天，你一定要一边崩溃，然后一边自愈。累了吗？累。倒下了吗？没有。那就继续前行吧。天越来越冷了，记得最重要的还是要照顾好自己。好了，今天的文章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感谢收听。
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，欢迎点赞、转发、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祝你晚安。不是不用太多旁白，分隔并不代表离开，是否你在遥远未来，而我是你另一种存在，逃也逃不出的感慨，感谢你陪我到这一站，你用微笑给了答案，把回忆装进